哇塞，你看这边什么情况？好多这个蜥蜴，看啊，大大小小的都有。哇塞，你看这一鼓包里面好大，这只，哦呦，慢慢的就闭上嘴了。这几只好大呀，太过瘾了。抽这个小舌头，都是这种好肥的。今天这个太多了，你看这一只。 哇塞，这底下是有一只海参吗？这是，这海参有点要化了。你看这些蛤，哇，好可爱哦！看这些吐着小舌头，哇塞，都是很鲜活的，正在专杀啊。收了收了啊，都带着。这种小的也很好吃，特别的脆嫩，这种肉。 回家得吐沙呀，都在这个沙里头。主要是今天也太多了吧？看这种小肉，感觉特别的好吃。那一过来它就闭上口了，这些东西都特别的灵敏。你看这个小裙边，哎呦，夹住我的手了，在上面吐水，太有意思了吧！ 钻进去了，慢慢都要握进去了，它一直在往里钻。你看，哇塞，被吐了小舌头，可爱吧？这一只张着嘴巴，这沙里面肯定还有，都还有货，肯定有一多些已经钻进去了。我只看到表面的这一些，这里，这只大，看，大大小小都收了啊。下面我偷偷看。 是不是还有？随便扒拉扒拉都还有货的。算了吧，这些估计也不少了。你看，哇，已经很多了，这一顿都吃不完的。咱继续往前再找一找。你看这里有海星哎，小海星，漂亮的五角星。带着啊，这边，那前面有三条鲨鱼吧？哎呦喂，我这次一定能一举拿下它。 我往下面找一找，它这水，最近经常跟我作对呀、啊！我发现，这海鲜都跟我较劲。干啥？哇，这边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个大袋子，张了个大嘴，活的吗？哇，看，这里面还有一只八爪鱼，啊，断了，这怎么办？哎呦！ 必然是有一只八爪鱼啊，好肥呀、啊！这个袋子，能看到这个八爪鱼里面很肥吧？能拍出来这里面八爪鱼要我的口啊！它可能看到外面有人了，救命啊！在这里面，救命啊！求求我！在这里面蠕动啊！这个八爪鱼，能看出来吧？它走了，只能回家把它打开。这个肉太紧了，弄不了，这只好大，跟我的脸要大很多，是不是？嗯，这里面的肉很肥，我能看得清楚。 特别的大，收了。这下面鱼八爪鱼我已经看到了，是啊，我也看着了。看到它的腿了，哇，上货上货，这么多，哇，这么大长腿，上货上货，哇，吐水了，这只老大了，这个脑袋，你看，嗯，好过瘾的这个个头，收了啊，上货，你看这石块底下藏的小家伙，太会躲了，你看，这两只很鲜活啊，也带着，这个石块下没有了，不错不错，这一窝。 不少的，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！
这边好多，你看这个花盖，还有指甲红，这一窝全部都是。哦呦，老多只了！哎呦，他们都藏在这个石头底下了。说说说，还有一只这个派大星，一只海星，海星不要了。哦，螃蟹螃蟹，太多了！今天晚上回家吃香辣蟹啊，炒螃蟹吃，用火锅底料一爆锅，我的天呀！哎呦，这炒出来的螃蟹可鲜美了。来来来，上货上货，这里面底下放里面全部都是，特别的鲜活。哦哟，石头底下还有，哦，你看里面的螃蟹肉都特别的多，你看这这这，出来出来出来，这一黑，这一黑，这个这个，指甲红老大只了，哇，这只好大，特别的肥呀、啊，这边这边，这边也都还有，没有，哦，这只好大，指甲红，幸亏没神仙子，哇、哦，这边，这边有一只，哦哟，看，这边这边。哦呦喂，这家伙前人可疼了。来来来，这是一只小的赤甲红。哎吧，上货上货。哎哎，这边那个石块我翻开看看，底下这个还有。你看看有几只没拖出来。哦呦喂，我就说吧。妈咪。我就说这下面还有吧。啊。来吧。来吧。就看那些钳子在下面倒呀倒呀倒呀。哇，这一块石块真的这么多螃蟹，上货了啊，半桶了，这个把它石块放回去，它还会往里钻的，明天来它就还能有。我、哦、看这边什么情况，这是大龙虾，嗯，它们的个头也不小，哇塞，可以啊，今天这个螃蟹龙虾都有的吃了，挺大的，不错不错，也收了。你看这个石块底下，哎呦，看这一个大钳子，这什么情况、啊、一只大龙虾，哦，下面还有条蛤蟆，一条鳗鱼，这怎么两个人盘在一块了，在这里午休呢。啊，大龙虾个头不小啊，还有这只蛤蟆，哇、哦、这条蛤蟆也好粗好大的。哦呦呦，哦呦呀，啊，它咬我了，它咬到我了，咬到你了，它刚掉头咬着我了。那怎么着，谁这玩意，快追它，追它。这是鳗鱼，是开。哇塞，这个蛤蟆，它掉头咬人了。最近这个季节，这种蛤蟆，其实在我们这里土话叫钩鱼。这种钩鱼最近特别的多。哦，进去，这一条挺大的，是我最近捡到最粗的一条了。哇，好粗！这边一条石斑鱼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一只石斑鱼在这？哇、哦，哎呦，不大好弄啊！营养鼠破了，被那条鱼咬的。我就说它那个牙尖直接咬进来了，你看一个小洞，它插进去了。哎，快！媳妇儿，这儿。踢它！弄它！你弄。我弄。你干嘛？走！去，你沾我一脸水呀你！被鱼欺负了，国足要有我这个想法早世界冠军了。哦，还蹦的还蹦的，收一孔的大货呀，不错啊。嗯，看这边这个石块底下应该是有八爪鱼，没错了。我来看看，哇，好多只啊，还在这个底下。哇，这种大长腿你看支棱起来了，好多呀，这一窝得六七条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种都是那种大长腿啊，最近那种小短腿还没出来，等过一段时间才会有那种短腿八爪鱼。出来出来，哇，上货了啊！你看这只好漂亮，出水了。你看这边有一只漂亮的这个海鲜，在这里，你看，爬的，底下都吸着这个小石块、小石子。这边还有，这只受伤了，你看。哇，它的底下好漂亮，有红色的小点点。哎呦，这只烂了，受伤了。这样的咱不要了，这只带着收了啊。大招！啊，它咬我！它张嘴，它咬我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带子，是八爪鱼，八爪鱼是带的。哦呦！你看这边这个
在这个管道底下有一条好大的石斑鱼，弄起来看看啊。哟嘿，它个头不小。哦哟，哎嘿，摁头摁头，捂着它眼，捂你眼，你捂吧。哦，快到又吃，他是掉下来，半等我怎么办？衣服又湿了。哦，大龙虾，大龙虾！哦哟，哦，这边过来看到一只大龙虾，哦哟，这么过瘾啊！这是从哪里这里爬过来的一只好大的大龙虾，这根本就有货呀！这个水正一点，这样好一点。出海了。呀哈！哦，这水有点急耶。哎呦，这下面水好深哦，弄不好就陷进去了。我沿着这个水流往下找找啊。哎呦，这条蛤蟆老粗了。你好。这条大蛤蟆，我又回。哎，真的我手好疼啊！你在做什么？哎，喊一喊。加油，大招。啊！它咬我，它张嘴，它咬我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头对你。来，咬我！我还不能让你吃了吧？哎呦，好厉害！哦呦，哇，像龙一样直接盘旋两圈。哇，好厉害的一只，是我见过很凶的一个条蛤蟆。看这边，这边，你把它又拽杀，把它给我杀了。看看这小海鲜，哎呀，这一包心眼子呀，这往里握，这下面都是石块，你握啥？你咋握？要你管。走吧。带你回家吧。哎呀，这个小长腿还挺可爱的呢，是不是？大小也不错的。收了，再放一只块啊、哦。再看看，哦，哦哟，下面有好多八爪鱼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都上完了？看，这一窝八爪鱼不少的，也收了吧，个头挺大，就是比较懒，不爱动它。来了，哇、哦，你看，往前再走两步，这边又一只八爪鱼，发现这些。小家伙就喜欢在这些石缝中间来回荡悠。你看这个季节八爪鱼特别的多，又收一只。哇，你看这边好大的一个布袋子呀，这上面怎么还盘了一只八爪鱼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是袋子吃八爪鱼，还八爪鱼吃袋子？哎呦，哎呦，这啥情况？哇，这个袋子好肥呀、啊！能在这里面看到肉吗？哇，这袋子好大，但是他吃了一只八爪鱼啊，这怎么弄啊？哦哟，这能行吗？啊？你怎么能行？这八爪鱼进去不一定谁吃谁呢。肯定是袋子吃八爪鱼是定了。啊？胃打不开呀、啊。他把八爪鱼弄进去，八爪鱼还不会反击啊？这海鲜都很生猛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分泌出胃酸，直接把八爪鱼就腐蚀了，它就成脓了。是吗？就跟胃一样，它里面有粘液啊。是啊，酿了哟。回家都是我的，我一起吃了。嗯，连胃酸一起吃了呗。收收收，你看这边往前走两步，发现下面一只花盖儿。哦，这是吃甲虫，一只小螃蟹上货了，还挺凶的。收收收，上货。哦，什么情况？好多个螃蟹，大龙虾。石块底下有八爪鱼，上来给大家看看。哦哟，三只。果然都是这种大长腿八爪鱼，下面还钓这样的小鱼，胖鱼，小胖鱼。哎呦，来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吧，那个太小了，小了咱就不要了，这个大的咱留下来啊。你看，可以啊，三条长腿上货了，收。来一条石斑鱼。你，从这个对，哦，从这里直接冲出来的。是吧？哦、好大！哇、哦，你看这边。管道底下好多这个海螺呀，这排水口管道这底下，你去仔细找一找，它总有货的。你看，肉缩了吧？这边又一只，哦呦，你看，在这里爬沙、钻沙的这些，哇哟，肉，一包水呀、啊！这边，
这两只，噔噔，这边，噔噔，上货上货，这几只都是这种顶盖肥的一个肥度，输了上货。哇、哦，你看这边，哇、哦，什么情况？好多个螃蟹，大龙虾，发财了！哇，吃甲红，这边一只花蛤，哇塞，这一趟都是好多，收收收，来来来。嘿嘿嘿，这藤上都长上藤壶了，你看在这里还一包本事，你咋那么多镜头的？收收收，下来，看、啊、这大龙虾两只啊，个头真的好大呀！怎么样？哇塞，不错，一对，这里，好，上货，咱就直接上货就行，收了，回家，直接一趟盘螃蟹，上锅做着吃。直接咱就起锅烧油，咱就是家人们发财了，家人们，来来来来来一下脸，是不是底下还有吧？哦呦，哎，往外扒呀，这些家伙！这些地方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哦呦，你这只钳子都掉了，这边还有，你看藏到这底下，哦呦呦呦呦，嘿。哦呦呦，这只跑，哇，这里好多呀！这里石粪区怎么那么多？有了有了，你就躲在下面了。现在没有，不少不少，真的很多啊！爆桶了，这些螃蟹，在这边这个树底下还有一个，小家伙。哦，抱歉抱歉，你什么情况？不随便我放放看看啊。那一只，那是狗啊！我天天过来，我天天有货呀。这是今天又是放了啥货呀？这边再去找一找。今天这边没有货呀。哦，你看这边，这边有八爪鱼，在这个树底下。哦，好多！你看这一片。好多这种八爪鱼，你看，上货上货，哦，大长腿，你看脾气还不小，就喜欢在这里喷水。又几只，这一窝是五只啊，咱直接收了。哇，你看这一片沙滩上好多这个大雪蛤，你看这鼓包，哦呦，看这底下还有一只八爪鱼。呀嘿，偶遇一只八爪鱼也算是缘分了，收了啊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好吃，回家烫一烫，直接刺身都很好吃的。哇。这真的是挺大的耶，你看，跟我的比我的拳头小一点，但是也还行，大个头的，你看吐着小舌头，上货上货，哇，太多了，今天又是爆桶的一天，这边又一只，这里有个大袋子，哇塞，一个大袋子，也个头可以很大哦，因为那肉特别的肥，挺肥的，回家做个蒜蓉袋子，再做个刺身翅背。今天真的是海鲜大餐，看这一大桶，还有呢？啊，哦，还差点漏了这一只，带着带着。哦，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哦，别抓了，快，你把它弄出去，劈它，劈上去，劈上去。啊，你看这边有一条好大的海鳗啊，这条鳗鱼。哇，看，哦，妈妈，哦，这边有两条石鳗鱼。妈妈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海鳗好粗啊！哇，它进去了，换了换了换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什么油啊？都进去了。漂亮。油啊！水太深了，我也弄不了啊。Come on， 在这儿我看见了，在这儿。啊，他们咬我吧，在哪儿？看的是吗？是。哇，这边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加油！上去了。坏了坏了坏了，弄不了了。在这儿。快，你把它弄出去，劈它，劈上去。快点来！来来来来，来来了来了！一脚定乾坤！哎呀，哎呀！来来来来！哈哈！哎！他刚才想咬我，就你踢我的！啊！闭腿，烦死了！哎呀！进去！哈哈！进不去！加油！呀！
了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帽子里面都湿的，打得我一脸汗水啊！刚那边那个石斑鱼咱已经拉下了，我这边两条石斑鱼，这都什么情况？这里吃不到鱼的帽子，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那儿，躲在那儿了，一手拿下，擒住它，可以的，一雪前耻。Yeah，come on，yeah，come on。它塞进去了，Come on，baby baby。滚吧。Oh yeah，oh yeah。那只呢？我去抓那只。赶海就是心态要好啊！我心态要崩了，这条应该问题不大。哎，对，对嘛，就这样抓嘛，这样抓不就好了吗？他可怜你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嘲笑我。那条鱼在里面呢，这是这条石斑鱼呢，你快找找吧。加油，看好你啊！这下面都是石块，给我们站住。Come on。在你摔跤的大学同学呢？根本找不到。我发现这边底下有条八爪鱼。哦呦嘿，小长腿八爪鱼，还是抓这些东西比较好啊，难度比较低，而且我还很爱吃。八爪鱼上货。这石块底下啊，就是刚刚退了潮的，我们仔细的找一找。哇，看这边这边，终于一只八爪鱼爬出来了。噔噔，也是一只长腿呢，大长腿八爪鱼，收了。这些石块我们都放下。哦，这下面有八爪鱼，哎，好几条在这底下，藏在底下，长腿，三条大长腿上货。你看，这种收获多过瘾啊，而且特别的轻松，是不是？捡起来就行，不像那种鱼还要抓。三条，收了啊。这石斑鱼开始跳来跳去。哦，我靠，你那边石缝里面，哎呦，这要跳过去呢，它是从这里钻出来的。哇，这条大长腿还个头挺大的，它出来可能迫不及待的想要见我。收了，上货上货。哦呦，龙虾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哇哇哇，你眼睛好厉害！我没想到这底下还有一只大龙虾呢，看，还可以这个个头。哇，快，又开始在这里弹水了。不是，这底下还有一条石斑鱼，我找不到呀。还想再奋力搏一下子？了吧，哎呦，哦，你看他头一直跟我要咬我，好久没上这个大圆筒里面去看看了啊！原来去那里就有货呢，我们今天再去看看啊！哎呦，你看这底下好多这个螃蟹啊！哎呦，好多这个螃蟹，花盖！哎呦，这是咱收了吧？哎呦，你看。这没事的，经常来这块地方来找找啊！天，这还有个毒蛄，这一窝都是，哇、哦，什么情况？呀，这只睡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睡了，哦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也睡了，刚刚在爬头，爬爬就睡了。这只，哦，这只老大了，你看，这只，哦，回出来，赤甲红上货，这边还有呢，你过来，这也是只赤甲红，上货上货。这只也很大，我看那个手臂，看看那个钳子吧，就老大一只了。也上货了，里面，这里面哦还有啊，这下你看，哇，这下面还有啊，我们得从外面掏，在这，从它外面就把它弄出来。这里，游泳回，游泳回，来。底下还是有的，这里有石头挡住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有吗？哦，这边抓出来一只。啊。这边我抓出来一只。这边有吗？有。有啊。我回看到一个小钳子了，它往里钻进去了。哇，这边好多啊！这。哎嘿，你看到什么在这里面？在这里面好危险的，在这里看看。哦，这里面好多啊！好多小爪，你看，
两只，来，上货上货，放桶里面。这里还有吗？哦，这里还有，哇，好多啊，这一趟抓不完了，我的天啊！应该拽出来了，这里还有，来，好多，这里面还往里钻啊，他们就喜欢钻在这底下，他们可能觉得那底下比较安全吧。来，别走了，来吧，还有吗？这里还有呢，你从这边看的。哎呦我操！哦，这边又出来了。有上货，哇，这里那么多螃蟹啊！这里还有，看看这底下，来看看。咦嘿，你上哪去了？你看，这够不够的？太多了，这两边找啊。面着了。拿了。哦呦，这比这只还不小。哇，一只赤甲红，好大。在这。哦呦嘿，这哪？藏的挺深的嘞，这一只好大嘞，不行，不敢用力拽，怕它拽断了。出来嘛，出来。哦哟，卡得太紧了，慢慢的松手，别夹我啊！出来，听话，怎么行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在上里面抓。它在这个底下，把它推出去，钻出去再抓。咦，我找不到它了，出来吧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哦，哇，这只抓的还挺大的，个头，你看好肥呀、啊！收。看那边，那个石缝中间是不是一条好大的海鳗呀、啊？这条好长啊，挺粗的。哦呦，是甩了我一下的，天啊！哎，别把它踩得很尖。哦呦，你看它头一直跟我要咬我，这家伙很厉害呀！不要这样，我们轻轻的、慢慢的，好不好？大家以后见面还能是朋友，不要把话做绝了，好不好？哦呦，你看，好凶！哦。你看这只好大，上货了啊！缠在我这个桶中间，这个粗啊，这只粗啊，比我手臂都要粗，跟我脖子似的。你看这个身上有脖子。啊？不是。哦，这边一只海星，漂亮的五角星，你可以啊，带着。这边又一只漂亮的五角星。收了。这边十块钱，我们放上看啊。哇，你看这边好多蛤蜊啊！小鱼在这里乱窜，我的天啊！你看，这很多，不错，这种可好吃了。收。你看这边都是张着小嘴，你看在这里好像跟大家微笑一样。你看这个小舌头，是不是很讨人喜欢？收。上货一窝小血蛤。今年我感觉这个天气偏高呀，感觉这都十一月份的天怎么还这么热呀？哇塞！上货，咱直接就说吧，咱就是说咱今天又爆桶了，收。上货啊！可以，这桶不少呢。